可以，我们开始吧。2021年5月26日，你今天吃的什么？一白菇，一草菇，185克核桃仁，100克松子，290克绿豆汤，400克黑鹰嘴豆汤，维 D 一滴，维 B 两滴，K2 一滴。你今天怎么锻炼身体的？冷，石臀。胸，你今天睡眠怎么样？732，645，白衣，五。你学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什么？只要别人能做到你自己水平的80%，就值得花钱找人来做。你学的最有趣的一个细节是什么？鼻贴有时贴不牢的原因是没有清理鼻周围分泌或者附着的油脂。你觉得最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在颜值、稳定性、功能和价格之间做平衡。你觉得最愧疚或生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团队经常只从自己的角度而非全局的角度思考问题。你最恐惧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自己被一些固有观念所局限。你最感激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能从不同的渠道学习有趣的知识和信息。你未来想做什么？补充别人的短板。